嗨，先生们。嗨。你们啊，喜欢坐前面还是喜欢坐后面？坐前面，前面视野好。哎，坐后面啊。后排不只可以看风景，还能看前面人都在干啥。而且我这好多零食呢。你看你，我都多久没见香青瓷了？你跟我讲，你不仁义啊！你以为我能常见他呀？他这两天哪儿都不去啊。两个月前不刚见过吗？情人节那天。你这张嘴就来，你这满嘴跑火车习惯要改改了。这样，让深深自己选啊。没事，你选，你比我压力，你选。我都可以。车开起来后面会垫的比较厉害，就这样。哎，明智之选。追美哟，你猜就是你们两个像。我坐这可以吗？哦。人齐了吗？开始。生生，你第一次来桂林，我给你们好好介绍一下。为什么叫桂林呢？桂树成林，每年到这个桂花开的季节呀，大街小巷全是桂花香，别提有多香了。那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吗？没错，哎，那没关系，妈，你可以吃到各种桂花做的吃的，还有茶。等你们走的时候，人手一份，全带回去。好啊，谢谢。哎，老朱啊，你把我们当空气了，只盯着那对小情侣，我们也要听啊。我声音挺大的，我面向所有人的呀。谁？我们没感受到。谁在说话？行啊 ，OK。诸位，配音界的，啊，古风歌手界的大佬们，你们好。啊，还有两位知名的 coser 大拿，欢迎来到桂林。接下来的几天之内，我将作为大家的专属导游。谢谢。好，荣幸，这太感动了。你说你闭个眼睛说这个话，你一点都没走心，行不行了？说到现在一句正经话都没有。司机师哥，能不能换个导游啊？啊，我多出点钱，换个专业点的。同意。哎，这个平头这个是怎么这么狂？现在我是老板，这我雇来的，你想换谁？换你啊！想你启动座椅弹射功能。哎，我既然决定了，我行，你打起来，快打起来！能动手就别动口啊！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在吵吧？我让他小点声。挺好玩的，你的朋友们都好有趣。这只是表面，少搭理他们，没几个正经。哎，我感觉确实不太愿意搭理我。哎，莫白，咱俩换个位置吧。我这刚失恋，我看他们这小情侣，我遭不住啊。你现在想起我了，你？行了，废话确实太多了，能不能做一行爱一行？好，我端正态度啊，我是导游。诸位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阳朔。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，桂林山水甲天下。哎，但是后面还有一句，那就是阳朔山水甲桂林。老师好。
吃这种干拌的米粉啊？这就不懂了吧？正宗的桂林米粉全是干拌的，是吧？哎，哥，你歇歇会啊，让莫老师讲，带着感情讲。对，你得讲成那种美食节目那种感觉。桂林米粉的精华就是它那个卤水，所以为了能够充分的感受这个卤水的味道，建议大家干拌着吃。当然，还有一种很正宗的吃法，就是一粉两吃，先吃干拌的，吃的差不多了，再倒他们的骨头汤，味道也是一绝。哎，你会吃。完了，我这汤直接到位了。好吃。什么？吃。螺蛳粉丸里的鸭脚看起来也挺不错的。他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估计去拿辣椒油吧。哎，不够了，我辣的胃炎了。叔，那你慢点吃。我也不能吃呀。啊啊！来着。酸辣，但是味儿特别足。漂亮，干嘛去了？来，吃吧。哎呦！哎呦，这可以。哇，吃还得看莫老师。那必须，谢谢。你们谁要觉得辣，加点醋啊，这个解辣。我刚刚听你说辣，给你加点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够了。够了。谢谢。